高雄港美丽的风光蔓延在城市的边缘，来回旗津与鼓山的渡轮更是许多游客来到高雄观光必须体验的一环。不过最近来到渡轮口只拍海景照可不够，现在来到高雄港，不只有美丽的海边风光，还有超可爱的高雄熊一起合照。高雄熊划着 SUP 或坐上热气球，在高雄港上空来回，模样十分可爱逗趣。这是高雄轮船公司与科技公司联手打造的 AR 实境 APP， 为了让民众在等待搭乘渡轮时有高雄熊的陪伴。其实我们一开始的那种想法是说，让大家不会无聊的等船，看到高雄熊的在天上飞的啦，或者说他坐的船是飞到天空去的，那你就会觉得好好玩哦。那小孩会觉得说，这个太有趣了。旗津到鼓山的航班每逢假日就是满满人潮，因此轮船公司也特地在每艘船上都放上指引海报，不止等船时有得玩，上船后也能看见不一样的光景。另外其他知名景点例如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也有高雄熊的踪迹。一开始本来好像有一些人不大知道要怎么玩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讲解在上面，你只要照着那个步骤走，你马上那个高雄熊就会跳出来跟你打招呼了哈。光光的高雄熊，代表高雄的高雄熊，真的会跟你一起陪着你玩，到处玩。譬如说你在战二库，你在鼓山，你在旗津，或者你坐爱之船，也都可以玩到。高雄熊 AR 冒险大受民众好评，可见城市的观光品质能够从小小的科技细节展现。只要一机在手，就能与可爱的吉祥物同游海天，记录每个精彩的熊好体验。记者周福庆、李凡飞，高雄报道。